蛋家和孩子一起开个蛋仔小铺，体验动手做迷你鸡蛋仔的乐趣。只需要这盒蛋仔美味工坊，简单的粘贴组装一下，摊位就搭好了。粘土放入压蛋仔的模具里压一压，鸡蛋仔就好了。可以做不同口味的蛋仔，配料可以加奶油、巧克力酱、各种水果片，真的有模有样。孩子非常爱玩，边玩边锻炼动手能力。亲子活动就和孩子一起玩这个有趣的小手工吧。